床地之事，简称床事。嗯嗯，谁会公开来讲嘛？对不对？我们都是被好莱坞害的嘛。命盘可以看得出来床地之事哦。有原则是怎么样的人？比如说，他们如果拍这样的，他到底怎么拍法？我们看第一个命宫，如果是巨门的人、啊，哎呦啊，巨门的人哦、啊，嘴巴看叫我就大声哎。哦，可是事实上心里这个惊噶，唔知要安怎办。哦，没有关系啊，来拍啊，不怕啊，真的拍下去，惊死。为什么？怕自己技术不好，或者是拍的角度不对，拍垮，而且那种麻烦啊。有前一阵子有在征选那个 AV 男优。哎呀，好多男生都报名哦！哦，你会想去吧？我跟你讲，我平常我的女朋友都跟我讲到乱搞，都乱搞，到那边到最后一关，大家都哎呦，拍死了，比赛又比赛哦，大家纷纷退堂鼓，大家都糟糕无半哎。这种人，你说他有没有原则呢？有，但是他其实是心里害怕。所以我们都说巨门刀子嘴豆腐心的原因也在这里哈。嗯，共就搞哎，但走惊个，比较会吹牛。是的。哦，再来呢是。天梁、天梁这颗星啊，在所有的命盘里面是最拘谨的一颗星。既然拘谨啊，床事当然是不能公开的嘛。你要他去做这件事，搞不好比杀了他还要难过。所以你说他的原则是不是也是非常的强，很困难去做这件事情？可第一名的哈，我刚才看到，哎呦，原来我们有哎。紫薇，哎呦，你看刘凡的命宫是空宫哦。对呀，我只有对宫就是紫薇，这样也算吗？他这样就是算，对，紫薇紫贪，对的。而紫薇第一名超有原则的哈，其实是因为这颗星很重面子，怕丢人呐。哦，你怕丢人是不是？其实我们讲床事为什么是隐私嘛，哈，它应该是属于最快乐的事，你爱怎么丑样子那都是你自己的事，关别人有什么关系？可是你要公开意义就不一样了，要怎么样做得漂亮，要怎么做得让人家看起来觉得很棒。所以紫薇啊，因为有面子问题又在乎原则，事实上做这样的事情，我必须说林凡你真的是一个大突破了哈，很困难，很保守。但是我刚一看了男生突破比较多哎。是吗？男生这个身材露出来，大家都看到；女生什么都没看到。一直拿毯子，一直缩着，一直缩着。他身材比较好啊，那就找替身演就好了，找你干嘛？好，不过第一名能做成这个样子呀，帮他拍拍手，对不对？是。老实讲，他那还是表演哦。对。那如果私底下真实的生活，是不是也是这么保守，会被老公嫌的那种？既然在闺房里面，你要怎么样，那都是你自己的事情了啦。所以只要碰到对的人，怎么做都是对的。或者林凡去年发片，说你曾经拒绝经纪人要求在 MV 中演激情的床戏哦。这尺度太大，对我来说一下子有点不能接受，而且其实是怕家人不能接受，因为我爸爸妈妈也是比较保守的嘛。对啊，虽然明白说歌手有时候就是跟艺人要做很多的突破，但是呢，他们会觉得。这样子好吗？而且因为我自己也会有点害羞嘛，毕竟，我没有演过这样子的剧情。如果选刘德华或梁朝伟给你，你会吗？哦，那我就看你看嘛，你看多现实，多现实。那何朵琳你就不会？也会，因为也是我的偶像。哦，是，你看郎。入选，当一起酸弟。哦，后来没拍吗？有拍了，有拍，因为。就是一部分也是，当然他们说让我自己可以挑我自己的男主角，我可以选几位，但他们不一定 OK， 所以我觉得才选妃嘞，你选男呢？丢出几位，让公司这样讨论可以邀请谁来陪我。今天选的是谁？祖雄。哦，最近选了祖雄，大家的菜呀。嗯。哦，大帅哥啦。还好那时候选了他，因为现在可能就不行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他有女朋友，有女朋友啦。对啊，可能女朋友就会有演戏呀，有什么关系？因为其实那个故事也是，就是他对我不是很真心的，但是我就是还是很喜欢他，只是就还是会觉得说，不应该这样子，我可能会真的失去我的所有，所以我就是到最后还是把他推开了。那个剧情是这样。是哦，所以你是比较保守型的，他压在你的身上，你有感觉到？你有感觉到什么？被保护到？等一下，不是他讲，你是没有礼貌的主持人要讲的，不是这样。有你有感觉到有一些
怪怪的冲撞，是不是？我其实这也是我担心的一点，就是我怕我会就是觉得不好意思嘛。但还好，我觉得好像都发生得很快，我也搞不太清楚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们会重复一直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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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你发现奇怪，嗯，然后没叮当，奇怪又过。所以就你知道，有时候也会紧张，多多少少还是会紧张。所以是你有感觉到，然后你就唱到那句歌词，刚好把他推开。他身材很好嘛，嗯，对呀，啊。那我们是打羽球认得的，对啊，所以那时候就我觉得，因为我们平常就已经这张照片特写是什么意思？让我们来看是哪边发生的。好像你看不到什么，对不对？可以看呐。哦哦，对呀。但我觉得跟祖兄拍就是很有安全的。去年的新歌《再见》。去年新歌本来要怎样的电话响起？对，另外一个女人的电话打来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对不对？可是真的有碰触到啊，刚刚有看到。对呀。一定还是会有一些了，但是。导演，你看那个镜头那么近，其实导演就在我们这边，所以呢，你自己有做什么保护措施吗？衣服穿紧一点嘛之类的，或是你那衣服已经够多，对呀，啊，衣服其实很多，也还好哎，我觉得我其实没有，因为其实我们都还是穿的是很 OK 嘛，没有说真的很露还是什么，所以其实就我觉得还是要能够，既然决定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故事的话，就还是要尽全力的自己。把自己放在那个情绪里面了，我觉得，嗯，啊，听起来一点都不好听。如果是我，是不是？哎呦，这么保守的，如果是我就会加戏，我就觉得穿太多了。真的，啊，除了穿太少以外，你还会加什么戏？就真的真的稳下去。对呀，啊，就是哎呀，这样子我不会演呢。那你们两个演一下。不是，问题是我跟笃林哥的那个身高差距太，也不是不能演啊，我们身高真的。其实照了我们两个去，我们两个去海边舞哦，对，那个海边大巴，你来开始沙滩上，我们要先沙滩上先散步啊，然后大巴哦，沙滩上散步，哎呦，哎，大巴，但是大巴啦，我要，那感觉景文很有经验哦，我又摸我自己的手，我又没有对你怎样，真的。因为拍戏是可以借位的啊！哎呦，还是学姐厉害，是老司机。好，跟你学习，跟你学习。我跟你讲，我们老师会收金，老师会收金吗？你有没有吓到？老师可以收金，吓到张胜书老师都头一直低着看下面。刚刚有没有像啊？刚刚有没有像？像，很像，很像，很像，对不对？因为我就是如果不要露出手指头就很像。对，就是借位啊，就大部分演戏，因为我觉得演员有演员的专业嘛，就是可以有角度去瞧，不一定是来真的，然后他可以瞧得很像这样。真的，我刚这个位置看到哦，他是亲自己的手。对，害我以后都没有办法遐想了。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，你看看。年轻人，你在迷惘吗？听我一句话，少奋斗30年，让老师帮你指点迷津，从躺平族变成人生胜利组，跟着星象趋吉避凶，让我为你面对面算命。年轻的朋友，想让命运好好玩的大师帮你算命吗？详情请上脸书官方粉丝团。